3月20日，有媒体在香港拍到向佐与好友一起外出做美容的画面，这也是向佐大婚变风波后首次露面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当天向佐穿着一件格子外套，头发长的需要用头绳扎起来，整个人的穿衣打扮还算干净利落。久未露面的向佐比之前暴瘦了不少，侧面看过去非常淡薄，身材消瘦，已经撑不起外套，眼窝凹陷，面色蜡黄，整个人显得非常憔悴。据了解，向佐可是武打演员，身材一直匀称有肉，但如今婚变风波后的露面，他却暴瘦了很多，不知道是受到了什么影响。不过瘦下来的向佐越发有爸爸向华强的模样了，特别是戴着口罩更容易让人混淆。由此看来，向佐上年纪之后应该会跟向华强差不多样子。此前向佐与女生的聊天记录曝光，再加上当时的龚碧婷还在怀着二胎，夫妻俩也很长时间没有互动联系，一个在杭州，一个在香港，因此两人也被传出了婚变。向台虽然是向佐的妈妈，但她却是一个明事理的婆婆，除了帮儿子澄清传闻，还会安慰儿媳妇。最后也祝他们一家永远幸福吧。